我是刚完年回档的113年喽，三月七号松散松散了16:21，我拍摄是8:07车站红包车，仅有三线那种气度的，是运转 PP 自强号，就昨天的139故障编组，啊，今天开到彰化好像要折返，也至少今天我拍到一台正确的运转列车。有咧吃红果，拜拜 BB 1061号，当年组 BB 两 BB 自强号在松山站，松山站轰过了8704次，我小明跟马掌门走走丢的，一级高航片，两位再见。